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多智慧，归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菩提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二腰中尊；皈依精伽，自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菩提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二腰中尊；皈依精伽，自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菩提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二腰中尊；皈依精伽，自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107，最后一行啊，最后一行，现义心变。咱把经文念一遍，并现种种理由心变，奉大光明普照十方，佛有诸天有虚空中，作妙音乐出随喜声，乃至色界诸天，色界得闻叹未曾有。咱就看到这地，咱个行到1107啊，头前的这页1107页。道算第六行当中，道算第六行当中，咱看这段注解如诸分，大教缘起品，世尊为讲歇业，如用金珠，广大光明。所前一变，方言微微，不察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有。如是之随应，请依随依。即所未有呀，英文读到最后一段，天地精髓，我们回想到本经的时分，有放光现髓。在本经的正中分也有，在佛现光品拢有，哎呀，直直地咱阁看到咯。头前四说，这个所在六说，无讲到遐详细，咱甲诸分
金钟昏。这品合起来看，这品是流通昏，合起来看。大概拢嘛，就会当明白。下面这科，公教十方，宏大公明普教十方。伊即是三三即是一，诸分内面也是普照十方，正宗内底也阁是普照十方，诸天依然聪明啊，依然有善根。为什么？佛讲经，咱伫密歇颠倒之中，无看到佛，也无听到说法，出现种种心变，但丝毫拢嘛无感触到。是什么？这是业障啊！平时讲到业障，唔知道业障的严重，在这地互咱有一寡体会，体会较愈深，愈好啊！体会愈深，使得业障较轻咯。业障重的人，体会较浅，甚至根本伊都拢无体会到。就亲像头前啊，咱看到念老注这个经，注到阿弥陀佛，生生世世，对着咱慈悲到极处咯，时时刻刻拢伫咱的身边，咱家己无感觉，这是业障深重啊！讲到这个所在，老技师流目屎咯啊，流目屎啊！这是感触啊！咱读这个经，看到这注解，无流目屎啊！那么受一点啊感动，无遐深，对这地就会当啊慢慢去体会到，凡夫的业障不可思议。十方世界，诸天，因的烦恼比咱轻。诸天在虚空当中有感应，看到虚空光现水，因在空中。奏乐，作妙音乐，出水嘻声，乃至色界诸天，色界的文堪比精幽，色界天比啊，欲界天较悬，色界有十八层天。五色界天，搁较悬咯。
因的感触会更加深，所以温和、风光现水，因拢咧赞叹啦。他未曾有平常咧讲的，念到这个注解真简单，天下盈空啊，空中有音乐。空中有现象，身边已有光明普照。这部经啊，讲完满咯。后面咱过来看这段，无量妙法纷纷离降。这什么？这天灵散花啦，天花分降啊，纷纷离降。英文已有新编，古今所现，亦是啊，已随啊，无量寿经草内面有一段，十分钟有公然击碎金，到金公完毕了后，也现诸水上，当地佛意。要定中呀，但看到这地呀，他看这地，心内都爱知呀，不能意思。王公啊，现时是标什么？标定中，加上所谓流通现时者，应感随境。说明讲对有，随想咧去感动，家己啊得到利益，证明得到利益咯。人家说来对嘛讲，如来化咒，就是圆满。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即地就圆满咯。介绍完毕咯，为着当作众生正常恭敬心。佛以心力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心力，动地放光，众恶无化，众智皆为众生净心。咱看到天花纷纷离降，这是啊，这诸天咱证明。所说的一切法是真的，真辛苦啊！帮助咱升起信心。佛经所说难信之法，应生是信，是信都是真信，一点啊怀疑都无，就这个意思。最后的这段，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，及诸菩萨经文天龙八部，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尽修奉行。阿难是一本经
顶半坡的同居者，比如就是讲啊，听众内底由来做代表，弥勒菩萨是后半坡，后半坡弥勒菩萨同居。啊，所以呢，这部经阿难都闻得意，弥勒是弥勒佛，现在是波处菩萨，这就一面成熟了。这个摩尼佛这个法文，从结罗弥勒菩萨来到这个世界上来。就释迦牟尼佛同款，自现把上行道，融化三会，无像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讲经教学，只在九年，三百外岁，弥勒菩萨将来讲的时候只有三岁。伊个会期长啊，第一个人做个啊，都是换人第一个。现在这个摩尼佛会下个在地主，无求往生呢，也伫这个世间诶。修行的阿罗汉以上，还有一部分园林，你两花三花都会得到。这些菩萨啦、阿罗汉啦，经文是阿罗汉，还有天龙八部一切大众，文何所说？代代欢喜啊！即句代代欢喜，爱特别的留意。大欢喜。为什么大欢喜？你就真实的利益咯。咱读这部经，真相信，一定爱发愿。真发愿，一定爱放下，往生净土。念佛的动手，最后未当往生。问题出在倒位？出在也无看破，无放下。啊，无看破是安怎讲？你叫世界无真心，但伫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可能多啊，但伫拄着一个生活的这个环境。非常美好，家己心心向往，希望移民过去。世界若讲搁较好，也袂当甲叫做世界来比啊。你若真正认识西方叫做世界，我相信你的这个出离心
定地发起来。我希望离开娑婆世界，我希望往生去到极乐世界。是大欢喜心，信真信咯，信要安怎呢？我愿我这一生不依气不苦啊，会当去未？你有这个心，你就真正会当去。为什么？这个心跟阿弥陀佛接引的心相应，阿弥陀佛要接的人就是这种心，真想要去，一点怀疑都无。善人，这个世界接受，恶人也会接受。平等对他一切有缘的众生，有缘就是真心，真愿意去，这就是有缘。就算家己这一生的当中，过去就卖讲，做作真侪恶业，甚至恶业心恶，歹代志做真侪。拄到这波警告，听完了生大欢喜心，会当往生无？会啊，嘛会往生啊。为什么？你这世界上所做一切善恶业，诸行内底无。从生到死，从极乐世界，等于是明心见性，是迄款的境界。啊，所以呢，伫个时阵心无清净，妄念习恶无清净，到底西方极乐世界罪业消去了，无去了。为什么会无呢？环境里都无啊！极乐世界找无一个歹人啊，找无一个有恶念的人，无恶念。念了拢嘛是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号。会把我们无私的罪业转变过来啊，变成求生的功德啊。所以哪会不欢喜呢？如果真正欢喜，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信修奉行。后面这段念了有注解，咱看伊后面所注的说明，欢喜有啥意思？第一个意思。说者清净，有诸法啊，得自在故。说的人是释迦牟尼佛，信心清净啊。究竟成佛，
情况甚款呢？咱想看慧能大师当年开悟就是成佛了。我说因黑修掉眼呢，问伊啊，明心见性咯，性是甚物款？你看咧性是甚物款？讲来听看麦。伊讲咧五句话。无记诸性，本自清净，本来就清净的。有念有无？无念有。啊，咱今仔日首先作业啦，是念有。念有甚物？念有义啊。有君来对义君啊，那你必须心意，这些物件受到染污，这个义要一个根本，伊的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啊，所以染污啊，就是啊妄心，到今日世界人都未用妄心，用真心。这点真重要啊！妄心无了，转妄心变真心。像中所讲，转八邪生四谛，是这款的意思啊！啊，所以自性内底是无念净，自性内底无对立。自性内底无欠缺，圆满的啊！啊，所以呢，无主法的主宰果，的大主宰，清净啊！啊，第二个自性，不生不灭。第三个讲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。你明心见性，自性内底智慧德能拢总现前，所以你就变作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法国的宗教赞美上帝全知全能，佛法内底讲的更加清楚、更加明白。你证到发心菩萨咯，你的主宰、你的故乡咯，拢显出来了。发心菩萨。好一片无明真正的发心，四十一片无明成真咯，就成佛咯，是本自具足的，具足无量功德。咱今仔无量功德，是乎一寡罪业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一个念有。用爱咯，让它去现行。这物件啊，单调放下，本自具足的拢嘛会现前。我那嘛想要放下，功夫也阁无够啊，也是放不下。这是什么？烦恼习气啊，
无量劫永生的啊，不是那么容易去掉的。最好的办法，净观之明，会帮助你看破放下，会帮助你一生成就。你要把这想通，想明白，认真去做，真正看破了，真正放下，你会大欢喜啊。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头前那有看到阿林金老技师看到无量寿经生大欢喜，为什么看破放下了，一种都没了。这是我们学习的，要跟这些大菩萨他们学习。跟这些正理境界的祖师大德追随他们，一步也不可放松，这一生的静静圆满成就，安就对了。有诸法的自在，地理书说法的清净，一如是清净不退过，法清净的法安怎清净，说理无说，无说理说，咱的说法为因，咱说法有所说，先在心内咧想，然后才去用嘴讲出来。咱知影一切诸佛如来观经说法，伊无想。伊也是自然多出来，就是亲像花言这款一部大经，也无通过思维想象，所以啊，说理无说，无说理说，啊，清净法体呢，都是自性，都是啊，真如本性。本自具足，具足一切法，所以啊，伊唔免去思考。随着众生的根性，完全克己克力，一字都未讲唔对。真是佛法啦！世间法啦，对是无的啊。咱唔知影，学佛了后，听佛讲经讲多咯，渐渐渐渐体会到，慢慢嘛相信咯。信心也不够，接落就正果咯。咱今仔知影讲，家己啊业障真重，嘛知影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信愿持名这个办法。这个办法会当帮助咱这种根性的人，一生当中，伊嘛会证到圆满成就。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第三，伊所说法得够清净，伊能证得清净妙境界故，清净妙境界是叫做世界啊，唔是别个所在啊，
因为大众，阿弥陀愿。好，释尊恩啊，弥陀的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，给咱介绍极乐世界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但哎呀，感恩，感释迦牟尼佛的恩。诸地大业，这个大业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？那会未欢喜呢？当然会生大欢喜心啊！下面两个意思。尊超意，头前咧讲的注解，注解来咧所讲意思，第一个，摘取经家是五分书，我为法王，无法主宰。这位说者清净，这个咱也未当讲唔知影。这句话是好讲的，我为法王，无法自在。你呢？所说之种种功德。只是一清净故，尽是智慧无为法心，是来所说法的清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逐字逐句拢嘛是真实的智慧。无为法心啊，咱来知影，这是说法清净。第三，这个清净，故佛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切清净全部拢嘛净掉。如灵宏大师文，阿弥大师，阿弥大师甲咱讲诶，一以庄严全体以信，以教修持，行出三界。定定不退啊，完成四土究竟生活，是乃一个境界清净呀，故三清净啊，闻者得无上益，是故皆大欢喜，静好修持果闻，信修奉行。这就是啊，世尊说经，每一部经最后甲咱讲的，拢嘛是这几句话。咱若是真正明白，得益无量啊！啊，若未明白，不得受用。所以这几句话
重复的变数愈多愈好啊！这互咱想起积下福在世啊！为什么煞化49年？今年啊，做佛的上水地主听经，每一摆拢嘛是对头到尾。听佛讲解，一遍一遍的，300回啊嘛，至少嘛有听过300多遍。你的加持你啊，大家成就。今仔日咱所会当接触到的是。微教是经典，但经典确确实实从流传来咱中国来咯。那中国祖师大帝就甲伊啊编辑做会，成为大藏经。啊，大藏经内底有49年所说的册法，除这以外。要有历代祖师大德、讲经教学，留下来未少文字，帮助咱理解。便利咱学习，也毋过经典的学习，是毋是得到利益，拢在恭敬。古代就是我讲的，一份恭敬得到一分的利益啊，十分恭敬得到十分利益啊。现在咱这代的人恭敬心无了，唔知要恭敬啊，所以听经就真恶去得到利益啊。这个道理未当讲唔知影，那恭敬心对对来修呢，那就孝顺父母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这两字，一个是孝，一个是敬。全世界人虽然拢有，也无真正去做啊。有父母，有师长，但是对父母无孝敬，对师长无恭敬，尊师重道伊无，这什么原因？无人教啦。西方的圣人拢嘛伫宗教内底，伫经典内底，那读这个经典，看到有教啦。无佛法佛经讲甲遮尔清楚，讲甲遮尔慈悲，伊在叮咛，伊在劝诫，啊，今仔日要恢复佛陀教育，要恢复。传统文化，那不是讲对孝亲尊师来落手，不可能啊会有成就啊。所以孝是传统文化的根，敬的是传统文化的本，就一人树啊同款，有根有本。本若是无，本就无咯。那有机晓花果呢？这个道理啊，是袂当讲唔知影。这个事实是袂当怀疑。
我伊咧就是大不孝，大不敬。你当然得袂到利益啊。所以公教的根本比什么都较重要。我阿姐一生就有一点仔成就，这个伫细汉的时阵，伊根本上有用一点仔功夫。阮是住喺农村，住砖卡。伊那对细汉，这孝敬对倒位来呢？对父母来。啊，阮看到父母是安怎来对阿公阿嬷，阿公阿嬷也滴个。啊，所以阮唔是对言教教，是对行，伊个真孝道，阮看到了，唔敢啊不孝啊，唔敢不敬。啊，以后看到外人，甲我的父母年龄差不多，嘛个，看作是我的父母。你的面前嘛，爱规规矩矩、恭恭敬敬。迄个时阵的社会普遍，大人对囡仔，看到囡仔，拢会做出真正好的模样，给囡仔因来看。因学记了。啊，我这代生在民国初年。该坐咯，思想较无咯，该做学堂哦，学堂内底都无咧重视遮个，虽然讲无重视，也比现在啊好真侪咯。现在连个影像都拢嘛无咯，完全拢看无咯，囡仔真正是对大自在。完全自由开放咯，无较早囡仔遐尼啊乖啦，遐听话，遐老实，一个看袂着咯。都有咱咧学传统文化，学佛影响真大啦。圣贤教育。佛菩萨的教育，爱对孝亲啊、尊师这方面来拍基础，啊，无这能力，咱就知影讲伊有严重的障碍，要安怎教，也是家己来做榜样，啊，人爱先教家己。家己做好榜样，予别人看，予伊受感动，予伊回头，爱就会当教。无量寿经起信论，这内面有一几句话：此经故无量寿专心。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亲像什么款呢？从这部经就明白了，也故一切诸佛专心，无处信力，即故一切佛地。对这部经你就会相信，你最常入门，你就会得到一切佛的智慧。我闻此经者。无不相得，应不退转。即经中灭尽，诸经独留。所以佛祖加批，诸义无经，方肯傲贤，普通信修。你后下啊，即几句话，
这是凭这清技师讲的，无量寿经起信论是伊做的。啊，这部经伫大藏经内底有，大藏经内底收入咯。所以呢，咱爱尊重，爱亲像古代的同款，付出信力。过去的信不专不顺，功夫不得力。今仔日咱搁在读一遍啊，《无量寿经》，搁听到即摆学习啊，咱大家做伙来学习。明白偌济，就爱落实偌济啊！唔通搁再丢毒咯，唔通搁改变。哦，海贤老的想的，老实人有成就啊，听话人有成就。认真去做的人就有成就，但只要学习这六字呢，老实听话认真做，这部经，这句名号，是释迦牟尼佛那些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度众生成佛道，最捷径的、最快速的成就的法门啊！这就是啊，这部经里所讲的，啊，咱就知影咯。这部经是大乘经。那是大乘经，是原教大乘的第一经。啊，你无拄着，那是过去生中直接的这个善根无够深厚。你这个一生当中无缘去拄着，现在缘足咯，缘苦足，拄着咯，拄着那个丢毒不管。真多啊，要安怎呢？咱除了对阿林基老技术的肯定，我唔敢讲，我的老师甲我讲，李炳南老技术。这个回日本是老大人给我的，我拿到他这本，那时候我在美国，我还记得前后对头到尾我讲过十遍，是他李老师钢筋写的笔记做我的参考资料。李老师的佛法是跟印光大师学的，所以印光大师是我的祖师，文音的上乘
念老基师的这个注解呢？注解这么详细，而且用心，文言句典，所讲的不是我讲的，经常讲的，古代在讲的，好啊。我现在在想讲，印祖的信徒真多啊。印祖对于这本经是安怎看法呢？你无看到啊？你做往生的时阵，这个会一本也未做完成，所以老大人无看到。但是呢，印光大师文钞内底有。文章内容非常丰富啊！咱是不是会当把这部经，把印作文抄过来核对一下？什么所在？祖师讲的，跟这个经义讲的相通？我想安尼是，要咱修。净土的人，会让净中信心，未搁再怀疑咯。真正真信，真正完善记录，真正念佛求生，这个理也是无比的殊胜。该在我这想法，现在有同学，真正因伫咧做这整理的工作，甲印光大师专辑，啊，这个回一本，一段一段，一句一句来对照，看印作是安怎讲。这个我是感觉到功德是无量的啊，帮助咱对这个经典，对于阿莲公信心一个无足的人，会有真大的帮助。我嘛伫咧做伙随喜的来学习，今仔日。第四回学习到这地圆满啊，咱家这几句念一下，无量寿起信论这边啊，咱重复念一段，此经有。无量寿转心，亦故一切诸佛转心，无处信力即故一切佛地啊，故我闻此经者，无无上道，应不退转。即经中灭尽，此经独留，所以佛祖加批，诸义无经，方肯傲贤。我懂信修，多谢大家啊！这部经讲到这地圆满了。